最带劲的凉菜，吃一口满嘴生香，这滋味绝了！好好吃饭，今天老徐啊，请您吃夫妻肺片。好吃有两点，一个是煮，一个是拌。首先嘛，牛肉给它煮一下，牛肉下锅，加料酒，加姜葱去腥。开锅之后啊，撇掉血沫，加入香料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花椒、白芷、凉姜、桃果，咱啊加点盐，给它调一个白卤汁儿。大火烧开，小火焖两个小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，牛肉就好了。要想牛肉啊好切又成型，咱们有办法，捞出来晾凉，在冰箱里啊稍微冻一下。好，这个牛肉啊，咱们搁冰箱里给它冻完了。这牛肉啊，切片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太厚，也不要太薄，太厚了塞牙，太薄了没有嚼劲儿。芹菜啊，垫底儿，这样显得呀亮大。调节口味，先把牛肚啊均匀的码上半圈，牛肉呢也是码上半圈。咱们牛肉切好之后呢，这个灵魂的小料调个汁儿，咱们放入蒜末、姜末、小葱花。这个卤牛肉的汤一定少不了，放入醋10克，生抽10克，红油啊20克，少许的盐，来一勺糖，搅拌均匀。最后啊，很简单，把汁儿往里那么一浇，来点香菜，撒点白芝麻，齐活了。